那就去掉我们的顺林合作了。如果耽误堂堂一品大人，干什么呢？你婚这么多年，我爸不都现在就官宣？你我怀孕了。我们家老姜呢，这两年事业是发展的很不错，不过家里总得有人付出吧。您二位一直是二人世界，我看着他带着一年轻姑娘在那做产检。刘小西。 我这个发过去啊！我想要留在这个城市，在这个城市活下去。希望你能够顺着自己的心意活着。正在做所有漂亮的、优秀的、努力的女士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